Hello， 各位火把人平安，欢迎收看 Torch News， 我是主播雨农。提醒大家，除了这一周是反家主日以外，6月20号以及21号，因为遇到端午连假的关系，也是回到火把办公室反家主日哦。Wonderland 聚会的时间是在早上8:50，英文同步口译时间则是在10:50这一堂进行哦。火把人们，如果你渴望经历信心、勇气以及力量的生活的话，欢迎你来参加禁食祷告会，6月22号到26号，连续5天，晚上7点开始。欢迎你一起来经历把生命交给神的信心行动。渴望成为天父的属灵婴孩吗？6月13号翡翠湾受洗礼拜就是为你所准备的哦。本周主日即将报名截止，请小组长记得主日会后到我们的主日柜台，或是找秘书报名以及缴费哦。毕业生 Next Step 毕业生聚餐，6月28号礼拜天。无论你是国小毕业生、国中毕业生、高中毕业生、大学毕业生、研究所毕业生，通通都可以来参加这次的聚餐哦，一起迎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吧。还没毕业的学生们，当然要来参加一个night啦。请注意，这周是最后报名的期限了，还在犹豫什么？赶快来报名参加吧。最后提醒大家，这个礼拜四有祷告会哦。以上是本周的 Torch News。提醒新朋友们，记得会后到我们的新人区更多认识火把教会。如果你想更多了解火把聚会的话，欢迎上火把的官网查询哦。Torch News， 我们会后见。